啊，服务人资有25年。另外，中寮永康国小的刘明信先生有23年，还有竹山的戴文迪先生啊，有30多年。另外，南投新丰国小的王家士哈有16年，新庄的洪秀娟小姐有11年。那另外新街李丽娟小姐也有10来年。那再加上哈我们老物商店南投的花旗眼镜厂，以及鱼池乡的集成商店，还有中寮清水的陈立尚先生，这都是非常有心，甚至于是非常多心力的爱心商店。所以从这些来看，可能就是我们目前在我们县政府分布在各级处的义工、志工一样，大家在这个学校的区块里面默默的付出，也让我们更为放心，甚至也更让家长放心啊。各方面在这里真的要表达100%的敬意和谢意啊！哎，祝大家哈，今天的颁奖典礼都能非常顺利圆满成功，甚至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劳务职工以及劳务商店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让我们整个校园更为安全，让我们家长更为放心。好，那以上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哈，那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以及我们贵宾哈，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谢谢你们。大会补充介绍，草屯国校校长陈文聪校长，长流国校校长姚仁杰校长，过来现场。接下来我们进行颁奖，首先我们颁发教育部交通安全奖。104年金安奖导护志工绩优奖，张慧宽小姐。张慧宽小姐担任南投国中最危险的路口南干部导护志工，每天准时到场指挥，很有亲和力，很有朝气的向学生打招呼，让学生充满活力的上学，细心叮咛学生注意安全，维护学生放学安全，让学生都能够安全的回到家中。在南投国中担任导护志工10余年。我们请陈副县长为我们颁发金安奖。请受奖人上台领奖。南投国小杨燕子、杨富敏、林大为、张志明、廖素月。平和国小赖永柱、蔡红、洪美满、苏金莲。新丰国小王家士、张阿元。西岭国小邱玉凤、洪碧娜。我们欢迎以上受奖人到台前领奖，也请陈副县长为我们颁奖。
请稍微加快一下时间。好，尽量每个人在5秒钟左右。